另外不要忘记 copy 给我。 我为什么我要把手表跟腰带解掉，就是身上不容许有那个金属的东西，是因为这个媒介跟雷跟铁不能，不是也不是这样。 因为我们在做法的时候，会形成一种那个类似所谓磁力线，磁场。跟雷电没有关系，就是磁场。那么你身上有所谓金属的东西的话，它会影响磁场。我还有没有？我们那边有。我还有没有？师傅还有他们说鸵鸟是不是那个朱雀？ 距离不会有生命危险。我有，你没有。我没有，我就放心一点，可以靠近一点。阿华，啊，发手音没有？啊，手音没手音。发手音。你要压这里干啥？对的，我们怕一点的。还有一个，你们可以照我的动作。 That's how he's tying the rope. Please look carefully. <咳>这个就是说，我把这个法袍带着系上的时候，这是一种上锁。 Just like it's about locking. 啊，就无形的锁。 把这个衣服给锁住了。 So it's imaginary.
OK， 那么这个是比较整个一个动作呢，是比较简略一点。其实呢，这个时间会很长，也许我们会走整个一个花场走上一遍。那今天我要为了说，以示范性的整个动作都出来。 啊，这种，这样可以了解吗？可以，谢谢。那么还有一个，我为什么会把头发散掉？就是说，我把自身想象成玄帝。理论上，照道理说，我还要打赤脚。 啊，但是今天就把它省略掉了，啊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